接住落嚟为你播出嘅系由天宝旅游冠名赞助嘅晚间粤语新闻。总理夏柏结束四日嘅访华行程，正乘搭专机返回本国。安妮公主伉俪已经抵达加拿大，进行为期两日嘅访问。尼日利亚发生炸弹袭击，最少78个学生死亡，45人受伤。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睇11月10日星期一嘅晚间新闻，我系刘嘉欣。新闻嘅详细内容，总理夏柏结束四日访华行程，而家正乘坐专机返回本国。总理夏柏今日较早时候喺北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嘅部分会议，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言，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促成包括本国在内嘅有关20个国家致力清除障碍。奥巴马表示，协议正取得进展，但系各方有需要落更多功夫。总理夏柏其后喺水立方拍摄 APEC 大合照之后，随即离开北京，赶翻嚟本国参加听日嘅国殇日纪念活动。夏柏周末期间同中方领导人签署了多项有关贸易和货币的双边协议，总值高达25亿。他在国殇日之后会再启程外访，会出访新西兰和澳洲，并参加在本周末在布里斯班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安妮公主伉俪已经抵达加拿大，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安妮公主伉俪已经抵达渥太华进行官式访问，在总督府外面为她到访而举行的官方欢迎仪式上，联邦政府宣布会捐款给安妮公主致力推动的两个团体，加拿大女童军和加拿大治疗骑术协会。总督约翰斯顿晚上会设宴款待安妮公主夫妇，而安妮公主和丈夫劳伦斯将军听日就会出席国家战争纪念馆举行的国殇日纪念活动。安妮公主是英女王和菲腊亲王的第二个小朋友，亦都是他们唯一的女。今次访问在9月嗰阵已经宣布，不过这次访问在渥太华经历同恐怖相关的枪击事件之后，显得更为突出。皇家骑警继续在沙省北部搜索5名外出打猎失踪多日的青少年，他们分别是3男2女，年龄介乎13至17岁。上个星期二开两艘船前往一个湖对岸打猎，之后一直失去踪影。警方指相信他们带备野外求生同设备同露营设备，希望他们在湖边安全扎营。本地一项有关家长托儿开支负担的研究发现，安省宾顿市的费用是全国最贵，而灰省因为有政府资助，普遍较容易负担。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在全国22个大城市当中，宾顿市的家长每年用于托儿服务方面的开支中位数达到一个女性全年入息的36%，相等于超过4个月的收入。而全年最低的是灰省的加蒂诺，每年托儿开支只是占一般妇女入息的4%，大约是2个星期的人工。至于托儿开支的实际金额，全国最高的是多伦多，每个月达到1600多元，但是相对收入的可负担性就不及宾顿市严重。而托儿费用最低的是魁北克城，每个月152元。在国会山庄传出性骚扰指控之后，有前任国会女议员透露，在30多年前身为安省省议员的时候，曾经遭同僚性侵犯。在克里田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理的先力金 Sheila Copps 在一份政治期刊 Hill Times 撰文，表示自己最初踏入省级政坛之后没多久，被一个省议员性侵犯。他忆述当时自己28岁，在一次参观考察期间，晚膳后在酒店升降机对开，被一个男性省议员企图推向墙边强吻。先力金说自己极力推开并踢对方的要害，他又说从来没有报告过这件事，因为知道警方不会受理。先力金又透露，年轻时曾经遭强奸，当报案时国当局告知根本不可能入罪，而警方亦都只是警告疑犯不要再接近报案人。本国上月份新屋动工量出乎意料向下跌，
而到胡塞住宅和卑斯省的跌幅再显著。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表示，全国十月份的新屋动工量以年率计是183000多个单位，比起九月少了超过10000间。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表示，全国十月份的新屋动工量以年率计算是183000多个单位，比起九月少了超过10000间，亦都同市场预期的20000间相差甚远。数据显示，市区的新屋动工录得下跌，当中以多户式住宅带动，减少近16000个单位，而单户式住宅就有轻微增加。地域方面，卑斯省跌幅最大，其次是灰省和大西洋地区。而家先休息一阵，稍后翻嚟会有国际方面嘅消息。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喺北美同中国共有12个分社，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足不出户完成机票同旅游团预订，保证你自由出行，网络空间风采无限。天宝旅游，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咁医生平时帮助我哋好多嘅，之但系我哋都冇为佢讲翻句公道话。冇错，我哋一次一定要帮佢。走。你为咗帮我医病，你自己又唔可以出去搵食，你睇下你啊，挨到落晒刑啦。小霞，只要你好翻啊，我乜都冇所谓啦。各位观众晚安，继续系新闻时间。国际方面嘅消息，尼日利亚发生爆炸袭击，最少78个学生死亡，45人受伤。事发喺东北部城市波蒂斯父母，喺当地早上一间学校正举行早会，突然发生爆炸。有生还者话，一个自杀式袭击者将炸弹收埋喺背囊里面。事发后有军人到场，但系民众不满佢哋无法阻止暴力事件，向佢哋掟石，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无法律效力的独立投票咨询。投票以非官方形式举行，民众可以就两条问题表态，包括加泰罗尼亚应不应该成为国家，同埋当地应不应该独立。马德里当局批评任何有关独立的投票都是违法。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就希望投票结果可以增加他们向西班牙政府争取独立。加泰罗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人口约750万，有民调指当地80%人都赞成独立。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政府阻挠马航客机 MH17 的调查工作。普京在北京和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会面，普京说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分子没有阻挠专家到坠机现场调查，反而是乌克兰军方在专家调查那阵开枪，专家才被迫离开。他又否认坠机地点由亲俄武装分子控制。马航 MH17 客机在今年7月在乌克兰东部坠毁，造成近300人死亡。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指客机是被亲俄武装分子的导弹击落。